刮别人胡子之前，先刮刮自己的吧。你看我刮了。走偏了，妹妹要小心了，请加油，因为你们真的越来越不好笑。以前那你觉得应该是？大鬼的笑声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化身为工作人员，我演的是一个蹦嫂。我听鬼啊，听出来你太屌了。好不像哦。听一下，他们这些艺人。到底对我是什么样的观感？对于资深艺人，然后给他们一些意见，或者他们有什么缺点可以帮我们点出来这样子。那我们首先有台哥建议，就是说他可能就不要那么爱生气，因为在气的话，我觉得工作人员都被他气跑了，已经没有人在做电视了。也不要那么挑了。上次跟他录节目，他介绍的东西我觉得也还好。他不是艺人吗？不是，但是我们外面进来的，对，不是台哥，不要害我。这样 ，OK。台哥对于其他人哦，非常的严厉，非常的苛求，然后可能你一个事情做不好，他就会狂骂你，狂干咬你，然后就是让你就是骂得你那个抬不起头，然后后来发现台哥就是他自己也是都在看台词，有时候看台词还会看到忘词。哇，三猪！我给台哥建议就是，刮别人胡子之前，先刮刮自己的吧。你看我刮的。可以吗？我刮的还行吗？谁？那个奇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错了吗？我等下要录影，我头发都抓好了，抓好了吗？抓好了吗？莫名其妙，心脏病发了吗？先刮。台哥真的是让我又爱又讨厌的一个前辈。哦，你不要再每天想着吃美食了，多想一点怎么表演其他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。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小贤，那你觉得应该是？大鬼的笑声。整个漏尿了吧？郭哥、红哥、白云哥跟台哥，觉得谁会比较好笑？谁跟谁比较不好笑？比较好笑，对，比较好笑应该是郭哥。那最不好笑了？我觉得台哥现在还好，不好笑。好感哦。哎，要马赛克。好，我应该马赛克的。好，一半行。拿那个。那你觉得应该怎样？应该怎样？没事，那你不要走，我觉得应该怎样才好？没有啊，台哥真好笑啊！台哥就是台哥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其实是他是有智慧的啦，双全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是智慧型的前辈，然后反应也快。对，但是他会选，但是他是会选择性上节目。我觉得台哥有点走偏了，妹妹要小心了，请加油，因为你们真的越来越不好笑。谢谢，记得帮我们消音啊。好，不会，可以。你帮我。快点。最主要是我力气在攻胸部，我那我今天我底撑出来都给等你。你们怎么斗胆叫台哥打碰啊？那台哥，我是觉得台哥哦，实在太优秀，又那么幽默。可是呢，我总觉得他好像会挑通告哦。这有时候呢，就是大有大的好，小有小的巧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学我，像我挑通告，跟你一样严谨啊。我挑通告原则就四个字啊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前来就干。台哥 ，good job。OK， 好，真的太谢谢了。还是。我讲的真的是金鱼，我没有骗你，太屌，吓一跳，我已经怎么做，我已经想到碰上了，这样可以的吗？这样可不可以？那我收回，你现在是不挑通告的，这个通告够了吗？问一下你以前大党的错的同事，那你对他们给他们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？你们要录谁啊？我们要录红哥、白云哥、白云哥、台哥、台哥。对，然后就这三位。
台哥就是我们要尊敬一下啊，台哥是金牛座的老大，对不对？啊，凡事有原则啊，这个不录，那个不录。但是啊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结果，什么通告也得上。那这三位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笑，哪一个最不好笑？红哥的笑话比较不好笑，红哥的笑话比较不好笑，红哥的笑话比较不好笑。郭哥，我真的连这个通告我都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刚才要想说这个人，我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好几个棚啊！哇，真的是，我好屌啊！当事人说你啊，有一些负评啦，对对对，有六个负评，对对对，个人负评为兜兜，先带上带上，来来，但这边还是要解释一下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怎么说呢？不给不懂吃又爱讲，爱放屁，这真的。小童搞难搞，其实是吃这个方面的，这个是见仁见智了啊，每个人对吃的感受不一样嘛，或许人家认为说，哎，你吃的也不过尔尔，但是。我觉得我吃的感受呢，是属于一般普罗大众。普罗大众啊，可是他们都说你每一次都嫌那个便当不好吃，都用骂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便当是真的不好吃。好吃的我都是赞扬，工作够辛苦了，吃好一点嘛，好一点嘛，对，会赖一下。差不多，底下你啥咋夸？哎，别人拢叫我爸夸一个嘞。不，放屁，这个见仁见智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放屁？不吃哪来胃啊？对啊，而且放屁，我的屁是不臭。挑通告，其实我觉得通告很多就是这个适不适合。哎，那我其实没有碰过很多鬼怪的事，那我怎么去呢？没有，这个我要替你讲，他不挑通告，对啊，他连去有公园坐在那。那边，然后很晚的通告，是啊，然后发水车，这种通告他也接，这种通告他也接，所以他是很忙的路受，对不对？台哥不挑了嘛，挑了，对呀，是。但讲真心话，你也是到现场后来才知道会有水车，被我们骗来的，也算是被骗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节目就是败在阿良的手里，你们这个节目里面一个人叫阿良，以后都不要再叫他出去执行，对，好不好？他出去了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真的。阿不良，好不好？对人严厉，对自己放纵，那不对自己放纵，那对得起自己吗？也是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对不人家不严厉，节目会好吗？对，对呀，对，当然要严以待人，宽以待己啊。但最后一行刚好在你的裆部写的，越来越不好用，不好笑啦，越来不好笑啦，越来越不对，到底好笑是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要就分开嘛，莫名其妙。OK 了，你讲个真心话，这里到南京西路到底要多久？现在走刚好，刚好。谢谢大家。